习惯了黑的深邃，再也也无畏，担心追的余晖照亮谁。我告诉自己凭着感觉一直冲着世界创造历史，绽放着的同类，藏着寂寞的氛围，无法高山总峭壁，我一直惊天动地，没有目的，没顾忌才会让我更加用力。一个目的地，没见你我是谁，你拿走我的在乎，我的所有注意力，没有你的我是谁，但让我知道我是谁，你给我一个目的地，让生死的快来让我温暖的体会，阳光里不再是黑白灰，你拿走我的在乎，我的所有注意力，但让我知道我是谁，给我一个目的地，黑白灰。他知道多少事，我相信他是愿意说出来的，因为这也将是他不被降罪的条件之一。我说过了，雇佣我们的人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不过明日申时他会依约出现在南坡上的山神庙接走公主。换而言之，明日申时谁出现在山神庙里，谁就是真凶，不是？海蝶、墨萧，你们赶紧去山神庙部署，准备明日抓人。是。走。多谢相助。哼，其实啊，我一直在等着你来谢我，险些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你这人。说话还真是毫无保留啊。我要是有所保留的话，刚刚那一箭不射出去，你恐怕就不能活着站在这里跟我说话了吧。那倒也是。我看得出我们俩是同一类人，都会拼尽一切，不会有所保留。你和我才相识短短几个时辰，你就知道，方才你拼了自己的小命不要，也要用肉身护着公主。这人呢，什么德行，什么面貌，死之前看得最清楚。其实我是不想死的，我答应过他，一定会平安回去的。不想死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刚刚已经足足死了两回了，这笔账怎么算啊？来，签个字据。看来你是早打算向我讨这个人情了。我可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可是这上面只有一个欠字，是欠什么呀？我若帮的是男的，一律用银两计算，若是女的就随她开心吧，你想还什么就还我什么吧。那你之前帮过的其他女子都还的是什么呀？还过一些美好的时光，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细节。走了。哎，那我要怎么找你还你人情？我有你的欠条啊，
想要债的时候，自然会来找你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郡主，公主的心情已经平复了，应该将公主送回宫去了。启程，回皇城。是。马摘星，你把本公主漂亮的脸蛋给遮起来，又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把我送进宫，你是在整本公主吧？是谁说过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会言听计从的？难道宝纳公主是要说话不算话吗？摘星郡主，参见陛下。免礼免礼，郡主，你果然没让朕失望啊！陛下，此事并非摘星一人之功劳，是博王府上下一心，且有陛下派兵相助，所以摘星才会如此顺利地找回公主。公主，你不是有话要跟陛下说的吗？请陛下原谅宝纳的任性妄为，先是烧毁盟书，后又不告而别，害得你们劳师动众，宝纳还请陛下恕罪。公主的肆无忌惮确实引朕不快，但是朕的不快不会向你讨回的，要讨回也要去找你们的大王啊。父王早已答应要借兵，请陛下别挂心，待宝纳回去后便会自行向父王请罪。马郡主，朕不解，既然公主已被救回，为何不让朕声张此事？你可知丞相等人仍在找寻公主的下落？请陛下见谅，因为抓走公主的幕后指使者尚未知道公主已被我们救出，所以幕后真凶极有可能按照之前的计划行事，于明日申时出现在南坡山神庙，而博王府诸人也已设下天罗地网，势必抓获此人。幕后真凶难道是内贼？陛下英明，正是怕如此，所以才委屈公主掩面进宫。哼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那自明日起，宝纳公主就待在宫里，莫要轻易涉险啊！多谢陛下。郡主啊，明日捉拿内贼，朕一定派一个得力的大将前往助你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把这个内贼给朕拿下。是，多谢陛下。去吧，带公主下去吧。恭送陛下。马摘星，你可别再莽莽撞撞、神志不清、奋不顾身了，明日你可要全身而退，知道吗？这是命令。还有，本公主还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可得给本公主好好活着。摘星明白了。对了，公主，还有一事，摘星需要你的帮忙。你说。我与公主的护卫长有一个交易，若是今日午时尚未找到公主，便以命相抵。这家伙还真是有样学样，跟本公主一样无礼。这事交给我吧。走了，我去大牢里搞定护卫长。
我是来救你的。二殿下暗中买通我等绑架公主一事，已经快被查出来了。你若信不过我，再杀我也不迟。好，是你？你是如何得知幕后主使是本王？你们在公主的马身上下毒，露出破绽。现在博王府已经怀疑到你的身上，我便是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你的身份。那宝娜公主现在身在何处？哎，被他们救走了。那你其他同伙呢？为了取得博王府等人的信任，被我们联手给杀了。哦，也算是帮你封口了。你们朝廷皇室的恩怨权谋，我没有半点兴趣。但是当时你的计划大势已去，博王府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你的身份，那公主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如果不来赶着通知你的话，你的下场可就危险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10000两黄金。啊？我教你一计明哲保身，脱离此险，保住你的性命和你父皇对你的信任。你有何计？我在取得他们信任的时候，告诉其主谋明日会至南坡上的山神庙接应。换而言之，你只需要安插一个替死鬼即可。我允王府负责公主的行宫及马匹，就算有个替死鬼，一来动机难以令人信服，二来本王依旧脱不了干系。但有一个人极为适合，一切都取决于允王的心够不够狠了。郡主，所有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马匹也备好，我们可以随时上山神庙抓人。出发前，我有几句话必须要说。此次我们要面对的是幕后主使，并非一语之辈，而此行也必定凶险。但只要一想到还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便十分安心。我有信心一定可以救出国王。郡主你放心，马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不会离开你的。但凭郡主吩咐。你们现在都听郡主的话，我的话你们还听吗？殿下。但凭主子吩咐。众人备剑，府外上马，随本王缉拿真凶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郡主走。干嘛？干嘛拉我？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看我将军看什么看？殿下这样出现岂不惊动内鬼？放心，有人在替本王坐牢。博王哥哥，宝娜会好好反省的。本王终于有机会亲自送香囊给你。这一路真的是十分曲折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等下缉拿真凶的时候，你不
不许离开本王半步，本王会不离左右，护你周全。可是陛下是说，派你助我捉拿真凶的。听我的。这把剑是你惯用的，就请博王殿下好好保护我们。闻言，你猜一会儿上门的真凶会是何人呢？既然是内贼，那么一定是我们认识的人。剑客想必马上就到了，等接到宝纳公主后，那些剑客一个不留。是。丞相大人，原来丞相大人才是绑走宝纳公主的真凶，我等奉博王殿下之命在此埋伏。国王殿下和郡主已被放出天牢，此刻正在赶来途中。国王也来了。丞相大人，还是束手就擒，不要再白费功夫了。给我杀了他们！启禀陛下，允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宣允王觐见。你不是急着要求见朕吗？见了朕怎么不说话？父皇，儿臣已经知道是谁策划掳走宝纳公主的。谁？是儿臣的岳丈。丞相所为吗？是。丞相为了打击博王，让博王失势，不惜出此下策。丞相盼能借公主失踪一事，让父皇严惩博王，以剑剑替儿臣争宠。好歹毒的心呢，竟让朕把自己的儿子关到天牢里。儿臣罪该万死。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今早丞相来找儿臣，并说出全部实情，他要儿臣配合计谋，但儿臣岂能苟同？此刻丞相正与贼人碰面，并把公主接回丞相府。他计划让儿臣把公主献给父皇，好让父皇认定是儿臣找回的公主，并立下大功。好你个静香，朕拜你为相，还和你结为亲家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朕的？父皇息怒，是儿臣不察，被奸人所蒙蔽。你起来吧。起来。此事你算是悬崖勒马，
没有跟敬翔同流合污，欺君叛国，朕甚是欣慰。敬翔此时应该正在博王的手里，马郡主昨日已经救出了宝纳公主，识破了贼人的奸计，今日朕就要命博王将计就计，救出那贼。父皇英明，朕只是庆幸你没有跟你的岳丈联起手来背叛朕，否则的话朕是不会轻饶你的。儿臣对父皇岂会有异心？等博王抓回了敬翔，朕即刻下旨将敬翔凌迟处死，这样朕对大王也算有个交代了。多谢父皇为株连救足。下去吧。是，父皇。你们怎么照顾夫人的？怎么能让夫人到处乱走？楚楚，我方才在父亲府上同母亲他们聊天，突然来了一群禁军，把他们都抓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！他们还说父亲现在已在天牢候斩了。本皇救不了他。殿下，楚楚求求你，你再不救就来不及了。不是本王不救。这是陛下钦定的死罪。楚楚，楚楚，楚楚！夫人，夫人，楚楚，夫人，来，你还愣在这干什么？快去找大夫来，快呀！是。楚楚，楚楚，楚楚，你醒醒啊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你何时来的？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差一点就听不到殿下对王妃的一往情深了。你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其余的本王再派人给你送过去。允王果然够慷慨。那这个就算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这是断息散，入酒后服用，两个时辰内摸不到脉象，仿佛中了剧毒一般。虽然如今已经找到了一个替死鬼，但世人皆知允王殿下与丞相之亲，还不能完全打消殿下对你的怀疑，唯有在假装服毒以命自清方为上策。也许这瓶药还能让王妃回心转意，原谅殿下。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一个四海为家、爱钱、爱女人的风流男子罢了。告辞。昨夜太医来报，
为了敬祥叛国一事，有归自责，引咎喝下了毒酒。二哥可伤好？脉搏一时全无，险些断了气。惊险之下，算是救回了一条命。哼，原先朕还对他和敬祥是否有共谋存有疑心，如今看来，朕还确实误解他了。哎，此事到此为止吧。伯王啊，是朕一时不察，让你被奸人所害，还入了大牢。你不会怪父皇吧？儿臣不曾有怨。甚好，只是没有料到此番马宅星却立了大功。嗯，就你脱离了危险呢。是，此次的确有赖马宅星化险为夷。不仅如此，宝纳公主平安后飞书回家，大王已对此事大为理解。你看他还允诺让当了数年质子的四皇子有真回京，这一切嘛都应该归功于马郡主，朕应该好好的谢谢他。哎，张甲在。朕要送给郡主最好的绫罗绸缎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是陛下。儿臣代摘星谢父皇赏赐，宝纳公主这次能明白事理，儿臣也深感意外。父皇，宝纳公主现今人在何处？此时吗？此时的宝纳公主就应该在你的博王府，找马宅星单挑去了。摘星见过公主，敢问公主是何事，为何如此大阵仗？马摘星，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本公主决定教你射箭。我的箭术可是我父王和十一个哥哥都说一等一的好，你可要好好看着。嗯。手啊！我精湛的箭术，这有什么好拍手的？公主的箭术还不如我强呢。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所有人都称赞我是最好的。明明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，但身边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，不惜都说谎哄我。公主的父王和兄长们是想好好的守护公主啊。我知道在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敢戳破虚假的表象对我说真话，一个人就是博王。三年前他不愿意和众人一样吹捧我的剑术，深深地打击了我的骄傲。因为他，我第一次有了想要努力的念头，就是为了想要获得他肯定的眼神。所以公主才把汉话汉字学得那么好。第二个人就是你。怎么会？当初公主把绸缎当成鹊桥的时候，我还不是傻傻的陪着你一块儿演。当我看见博王把香囊送给你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，好害怕会输给一个人，所以我才故意动了手脚，陷害你。公主是天之娇女，无需跟任何人争输赢，你的父王跟兄长们
便会把无上的荣耀放在你面前。是啊，我想回家，这里一点都不好玩。本公主在这里处处都不如人。满人星，你要是敢把这些话告诉别人，我就……这是公主对救命恩人该有的态度吗？算了，反正你也可以在喜欢的人茶里放泻药了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好希望博王哥哥永远留在我身边。马摘星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把博王哥哥让给你。毕竟你年纪比我大，脸蛋也没有我漂亮，身材也没有我窈窕。我怕博王哥哥跟你解除婚约以后，你会孤独终老一生。那就多谢公主承让。启禀公主，马车已经在王府大门外候着，随时可以启程了。谢公主宽宏大量，成全友邦和睦。公主一路平安。博王哥哥，你要是哪天大彻大悟，发现摘星姐姐没有我耶律宝娜好，欢迎你来找我入赘当我的小丈夫。摘星姐姐，你若哪天被博王哥哥给休了，我会快马加鞭地赶来安慰你，顺便庆祝国王哥哥成为自由身了。那公主可有的等了。走了。终于把宝娜公主平安地送走了。看来郡主很喜欢本王送你的弓箭，到哪儿都不离身。本郡主的确很中意殿下送的弓箭。本王来看看弓箭有没有送了。宝娜公主在的这些日子，郡主辛苦了。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吧。殿下送给我的香囊和弓箭已经够多了。其实摘星要的很简单，我只想要一份纯粹、真挚的情感，没有欺骗，没有谎言。刚才进宫，陛下为了奖励郡主，赐下了丰厚的大礼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大王决意既往不咎。真的？如此甚好，能借到兵，陛下恭请之日便不远矣。气势如何？不让须眉。晋王，我乃马英之女马摘星，你等以卑劣手段暗杀我父，灭我满门，此举天理难容。陛下怕你对夔州城有所留恋，就瞒着你给我们下了第二道命令。
刺杀马英一家，只留马摘星一个活口。他日战场相见，我马摘星定取你项上人头，以报复仇。都怪本王被蒙在鼓里，没能阻止父皇。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，这是我们之前无法逾越的鸿沟。出来！你去啊！哎，你快点！哎呦，我害怕。还是你去吧。你别磨蹭。博王殿下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就是想说，让你跟郡主可以重新过一个七夕节。殿下要责罚，就罚我一个人吧。请主子息怒。殿下，你就看在他们好心拿了乔果的份上，别辜负了他们的好意，就当今日我们两个一起重新过个节吧。七夕已过，时光不可能倒回。只要跟殿下在一起，任何形式我都不在乎，哪怕是假装也好。假装？若能假装，本王倒希望我铸下的所有过错都能假装没发生一样。殿下未免也太贪心了，摘星只是想跟殿下一起过七夕，殿下呢？想，非常想。这些乔果中只有一个乔果里边有红线，所以你们两个人呢要好好的选择一下。只有一次机会。若选中了，本王跟你就永远不分开。郡主选吧。知道郡主跟殿下是天生注定的一对儿。海蝶，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把这根红线的一边系在郡主的小手指上，然后呢，再把另一边系在殿下的小手指上。这样，你们两个人就能百年好合，一生一世都不分开了。快，放萤火虫。美不美？好多萤火虫，好美啊。郡主说的是对的，本王太自私，毕竟善意的谎言跟自欺欺人是截然不同的。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肯定是摘星太过鲁莽了，不小心把红线弄断了。殿下，红线也只是迷信的传说，希望殿下不要觉得扫兴。断了就断了，没事，你们继续玩吧，我还有公务要忙。啊，怎么会断了呢？
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翟星，刺杀你爹的真凶是楚葵。你发烧了？怎么胡说八道的？我爹他活得好好的，昨天你不是还和他老人家一起吃了饭吗？而且我爹还答应我们两个可以成亲了。哼，他怎么会有事呢？狼崽，你清醒了吗？不要再顾左右而言其他。翟星，夏侯义死了吗？人家在皇城活得好好的呢，别咒人家。原来这八年只是一场噩梦。什么噩梦？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是啊。